呢，从八十几岁的阿嬷阿公都能够在圣神内安息。当然有的人呢，他真的是很硬哦，跪在那边硬到要死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倒，我不要倒，拍谁我不要倒，我的眼睛会破掉。我一直告诉你放轻松。我1986年风度要领见证，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体会到圣神的力量，我第一次倒下去。我们300多人围圆圈，修女修士们带我们做圣神的祈祷，求圣神的舌音跟果实。当时我围在圆圈，我也是要领见证的，礼拜六要领见证，礼拜五晚上修女修士给我们副手。当我跪在那边的时候，我的感觉，哇，我的头很烧哦，我一直感觉那个电流是这样流下来的，我整个身体哦是有电流哎，不是等那个你闲了啊，是整个的流，整个流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摇，然后我就意识到我的旁边的人倒下来，那个阿娟啦，我的朋友啊，全部帮帮帮嘛。那我第一个在想，我老爷，这样我的眼睛不会断掉没？我就担心，你知道吗？第二，排洗嘛，怎么可以倒呢？然后负责人告诉我，哎，放松，放松，不要怕，让圣神带领你。我一放松哦，我倒下去，我起来，我的眼睛好好哎，天哪，哪里还有滴浪的？以前没有滴浪，在礼堂是那种摩擦的。昨天晚上呢，真的是感谢主啊，天才我，真的我很喜欢昨天晚上那么的平静。而且他们的有秩序，我不喜欢你的头绑在他的大腿，他的腿夹在你的头上，我不要这种乱七八糟走下去再一排一排倒，我不要了，我要你自己有性格上前来，你要你就上前，然后我要负责人给你躺的，躺也要躺漂亮一点嘛，哦，而且有人穿裙啊什么，我们都照顾得好好的，男的负责男的，女的负责女的最好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看昨天晚上一排 Andrew 没有来，可惜到要死，所以一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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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么漂亮漂亮湿湿的，你看多么的有秩序，你就看圣神的运作啊，然后有人就起来喜乐的回去。所以各位教友呢，我们看到耶稣来呢，就如同以赛亚先知所讲的，他来是承受我们的软弱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我们一切的软弱呢他都帮我们承受，因为他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类，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当然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病的，包括神父，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没有生理的病呢，也就是有生理的病，有心理的病。昨天我已经讲了，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，一个败坏的时代，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病，跟我们一样啊。第二，我们看耶稣他的使命呢，他就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记得吗？请看，这是天主的羔羊。这句话是谁讲的呢？你们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哎，所以弥台弥撒神父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按照圣经吗？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。这是谁讲的？白夫长嘛，对不对？白夫长告诉耶稣啊，我家的佣人啊生病了。耶稣说好，等一下我去。然后白夫长说什么？耶稣啊，你不需要去，只要你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一定会痊愈。这不是神父自己编的，不是。所以每一台弥撒每一个经文都来自圣经的教导，听得懂吗？连我们的圣母经，万福充满恩宠者，你在女人中是蒙祝福的，那个是哪里来的？路加1章42节，基督教评级我们念玫瑰经有什么根据？根据路加，根据路加，因为圣母说什么？万世万代的人都要称我为有福的。基督教他们说我们什么都跟圣经，但是这句话不要跟啊，不要跟。所以每次啊，牧师他们碰到我啊，他们真的是讲不下去哦，因为我了解圣经，我也读圣经，我们神父们读8年了，读8年的圣经啊。所以为什么你读圣经你不教导，你不跟着圣经啊？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圣母自己天主给他的能力，他讲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，那是路加的第1章48节。
在 Luke chapter 1 verse 48，各位教友，所以在我们的弥撒当中呢，我们说耶稣是除免世罪，除掉整个世界所有人的罪，所以叫做除免世罪。那个羔羊我已经解释了，旧约的羔羊讲过了啊，你们也知道，旧约的羔羊来到我们新约是耶稣基督。罗望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，罗望福音 St. John chapter 1 verse 29 verse 29，看啊，这个句话呢是洛翰讲的， St. John the Baptist 说的这句话，他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在世的罪，这位就是我论他曾说过。你看这句话都不是我们神父们教会讲，是 St. John the Baptist 看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。好，各位教友，我们时间到了，到了十点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奖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感谢主赞美主，我们谢谢我们的神父，我们给神父再一个鼓励的掌声。好，接下来的是时间是茶点时间啊。我在早上有份那个刚才所说的那个神父的讲义，所以还没有拿到的，我们的副主人员可以派一份给你，就是神父刚才所讲的那个讲义啊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关于那个信仰的解答，如果你们有些什么疑问的，你们通过一张小纸我们分派给你，我们把你们的问题写了之后交到这个盒子来，我们神父过后会为你解答，谢谢。现在的时间是十点，对不对？十点十五分我们到会我们的会所，谢谢。